我他光妈辉开啊，开鹰诊，我操！你关关关！哎呦，真的是服了，他妈的！没事，我是不是想到开鹰诊？我操！我操！有手段就让他放说的上去，对面有鹰阵的面有的，鹰手阵段没就地让震他是大放克，鹰上阵去，克地大克地震了。我因为绑了住手啊，我杜绝他的风险，兄弟。我现在是被封着的。知道，看到了，你起你自己开得起，你自己开了，你先不开，你上塔吧，上塔，上塔。哦，这就有点难搞了，哥。那大唐伤害可以的，你不难搞。伤害可以的，不慌，只要能 hug 就行。给电脑吧，嗯，他这没速度。给电脑，要给电脑，这一定给电脑。没地面魔王块吗？这给他发火山不飞出屎，我操！我操，那你的地厅不行啊。不过还好，地震三个防御位也 OK。哎呀。哦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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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信我的，没事好吧？哎，我们他妈送温暖这是，五分化三，这关的话关回继续关，把自己关了，关了魔王关自己啊。你那个机芯的，你要不控控他？哎，他是大哈，他三刀，你控控他三刀呗，三刀大哈。把对面的都控控他。女儿先封魔王封了啊，地府毒啊，地府毒啊，带个苗。啊，虎子没办法，妈的，操，反光了，给了一逼，好吧，完了，啊，武装也不起血灯，这么准，现在这武装都这么夸张吗？这封印命中率，我操，这他妈小德子，这太夸张了，现在这武装封印命中率，大哥多少分钟，大哥？我一零，有点夸张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希望他便宜你吧。我109的愤怒。我要不要开自己？啊、开了自己轻轻的吧。脚下有塔，我知道你开了自己精英金了。宝宝的话，咱们清清那边的五号吧，清地府好吧，把五号清了。有人架笛子，有人架笛子，我地府我给顶的。拆塔，我没笛子，没笛子。不开塔可以拆塔吧？没有笛子。没有笛子的话随便玩，给他挂个地府魂，宝宝自己开。把三号的。那你扔个法一兵个大吧，扔个法一兵个大，好吧？给谁？法系，法系。对，法系扔个五龙是吧？大金。不用管啊！就感觉又是把评判局，我操！操，怎么可能评判呢？十一声剑影，我们被点死了。没事没事，别伪啊！被笑了。加几个了？没加几得别当。啊，没事没事。好。我都没他快，没事啊。他是够的，好吧。一个铁道兵加。我让新方越开普的好吧，电脑五行先给自己先上，电脑五行给自己上。我这几秒了，我请刘静了吧？我给他们选了一把选了你了，你我请刘静行了。对对，就几秒了，听不到差不多了。我靠，多少说话呀？我操，咋挑这底儿？没事，文哥，又逼。不是我这不知道你们咋把机器人咋挑成那样的底儿啊？问题不大啊。是吧，他比我快，不会吧？女人直接换虚拟，好吧？女人直接换虚拟，然后，大哥宝宝开女人身，大狼宝宝给我卡个蓝，好吧？地府也直接换，地府宝宝给自己卡个大，直接换虚拟。龙嫂看到我们开了个阵，有点傻逼，不想说话了，这是。那个宝宝，你又动了。清好了，清好吧，清了。不多，电脑我先给武装上，给武装上。发生他们林子下面的武装，我们抢个三数吧，好吧。那没事，这样好吧。我这边都是几秒开头。妈的，吸收难受了。难受了，不要慌啊！对，
都快去那边了。啊，没事。稍微抢抢输了优势的。有宝宝死亡的。在拍自己，不然没落花。一点不慌。女人宝宝给自己卡个大，女人踩个盾，好吧？大唐的话，大唐踩个盾啊。还行，那个宝宝绿的。大哥，你孩子给。大唐上号。你孩子给大唐卡。你上号，请上号，就请二跟三。大唐踩个盾，好吧？我这边先出好不好？武装的话，套子套对面的化什么化身套了。我就一个大了啊。王宝，化什么化的凡四啊？王宝，别开了，别开了，还两货自动开了，别开了。我是要一下化身吧。起个塔。当套化身吧，没必要，像他要金章的金，好吧？套化身套。分着留着吧，分着留着。保住这一波，那五星慢慢起来了，跟那五星慢慢起来就好多了。大哥还几回合？对面还几次盐？两次盐，对面还两次盐，大哥还能盐到球？他要放让他放，好吧，不理他们，他要放让他们放。哎呀，这么画出惊奇的话，他们怎么全部解不开？不听不到吗？我起个盾啊，女儿春呀，你听不到吗？原来起盾在起塔，你叫我起塔、啊。大哥都听到起盾了，你说你？让你起个盾，这次我听到。不起塔呀？没叫你起塔呀？一样的，我起个塔，下五哥就可以用大了。你们用个屁大，你们那样快。他不是金金过了吗？他没愤怒了呀。他能封你，他能封啊？再说吧，我看看吧。就怕你扛不住这回合，知道吧？套武装吗？套武装，套武装套了。我开花，我花开了吧？开花，开花。魔王的话，你吃魔王，你能反校对面旅游村吗？糖果，先反校旅游村。哦，三了，上。旅游村，好的，反了。哎，他地方寡余令，他妈的好烦呐、啊！这逼大拉平砍了三个，好吧，上三零七啊。可以。再躲一下。第五出宫宝宝。女人把罗汉盖了。中。我还得给谁顶啊？顶他，还一个大。你不是还一个大吗？你还一个大。你应该套大堂了。你还一个大给花生顶。龙少开号在指挥打剑会是吧？你的活血都活不过了，你两个宝宝上，两个宝宝上不来。他应该是寡余令，你看能控到地府，不让他管。对，往下边放了。笑嘞。哦，好，我紧箍着那一手大了嘛，大了先那个吧，我这个电脑五星先不挂了，武装继续套，武装吗？武装套了。我还要笑谁吗？你魔王笑对面的化身吧。化身是队长啊。啊，队长笑吧，那边有罗汉你就一顿笑就好，给他们愤怒随便清一清。你说顶大剑给自己、啊，哎，你女儿的，我又没啥坏，女儿的精好吧，地府毒，你被凝滞了，精气精，地府毒，大唐平砍，平砍那个三个啊，再把金房把点杀，好吧，大哥还有四回合，还有一次盐，马上起来了啊，我有大。起来化身出好不吧？不注意就死了。武装有大，这鬼大你放不了。装套吧，装套吧。装能套谁呀、啊？套旅游村吧，好吧，反套手试试我金金。我金金普通电脑五星给我盘丝先上了，电脑五星给盘丝上去。我说你们听不到是吧？我听到了，大哥。好吧，好。龙王单杀了糖果啊！有时候啊，不是炸了，听不到，炸了，炸了，炸了！听尾。咋被你们说那么愤怒？感觉。你不送愤怒，你炸不到什么东西。炸不动了。
我是八双分是炸不到东西，就看能不能扒了吧。我的下部刘文杰给五刀起一个，把我们刘文杰起。还有大金吗？给自己吃，没有大金是吧？好，没有大金了，有罗汉吗？没罗汉就没罗汉，把虚拟给他砍了，把虚拟给他砍了，把虚拟给他砍了。对。哦。你是不是现在操作着负债了？我单三号吧。我那边是操作负债，三秒三号可以。我正常看着呢，哥，我负债刚打呀，四点开打吗？不跟你说了吗？怪不得我感觉。补了刘文爵给了刘文爵。我们听不见。我套武装了。不是我那边没看到啊。啊，你套武装套吧，你套大行行吧，套大行吧。没用啊，他换哪去了？他踩的全那套武装套武装。他有 bug 呀，我是点女生活的呀。知道，十块五三。哎呀，笑，落花出不来。点到大哥那个锤上了。中，我这过来好起来了。没事没事。那打完这天不打了，你先去啥去吧？你先去那个。啊，你那个锤打到我了。宝宝全部贴我，好吧，宝宝全部贴我，第五毒就行了，好吧。绿了。应该是继续杀。有大金的给我花吃大金啊，没大金的贴我，好吧。啊，我活了大哥那个锤上了。继续杀，继续把三号子单烧了。你现在打着护甲能忙过来吧？忙的话，你能套大把大套上吧？你套大上吧。过来。嗯，开始了是吧？开始了。行，你们先聊会儿。能评判就是好事。好，这不还是慢慢打是吗？啊，这个大喊了伤害，走。进来我们有速度吗？没有，进来没速度是吧？这不还没开始吗？龙章，你怎么说开始了？还行，给搞二号了。你舍自己吧。啊，我舍自己。然后地府的话，我来给大郎起了吧，好吧。单烧吧，单烧二号吧，好吧，别秒了，单烧吧，二号吧，单烧了。武装的话，你去套不套盾的化身，好吧？你套化身，我放大行。再看能不能把他大浪再控一手节奏。你套化身，化身不出我玩的。好吧，免得你服了。吃了个啥？太出麻了。我还能秒三连P一号，哎，三号就三连P，没必要封他虎哥，你让武装架换开。马拉大郎出宝宝，归宿拉魔王宝宝，好吧，女儿村的话，把他的地府给他封了吧，看能封上吧。换地府是吧？嗯，对，他这会点，他这会随便他吧。妈的，待会儿直接打二，先看一下速度吧。等一下，普陀出地心武装的话，去笑的时候笑一个，把对面的武装笑了，好吧？你把武装笑掉，快点，你化身哪个地心？我用自己开炸出去吗？对，干我了，我指人了。你这波开了炸出去不行，别开，下步再开，好吧？下步再开，你这波上个塔。上哪上？对，下不再上。我知道干我了呀，他不是三零 P 了吗？一定是干我的呀，我指人了呀。都说了呀，三零 P 嘛。对，我们女儿生快了。哎，不躲避一下吗？他妈的！不是，我今天是个慢的呀，我操。贵族还有酒胆吗？贵族那些女生来女人偷酒，好吧？女生有慈航吗？有的。好。是你了。OK。
肯定劈我。毕竟扫地平啊。敌人咋劈不动我呀？嗯，你看两个地台劈不动。哎呀，劈不动哥，想啥呢？哎呀！五大马大乱套了，好吧，五大马大乱套了，我们其他人说下笛子，来吧。我加笛子，加笛子，加笛子，其他人说下笛子了。我自己开炸啊！你自己开的炸 ，OK。大了砍绿，大哥直接起牛筋，好吧？龟速拉女生，女人揍。让他妈也死了是。行，我拼了，虎哥。你还有来吗？有，我自己来。人死了局。有大金，有大金，没有大金。怎么烟雨说的？有贴吗？没有大金。大哥砍了皮，砍了皮就行啊，大哥。没贴的嘞，关键是。你宝血多啊，你宝宝。差点。哎，想想太多，操了，没中。你是碰的真狠。没事没事，可能大他不扫这只虫，你知道吧？估计有可能。老想打我，老想打我，反正是给咱机会，好吧？我靠！直接打死，行，打我的敌人。再打我了，扫了这个。那他妈的慢性死亡了，要是。哎，神一个。这十一寸剑鹰直接几回就把我们弹死了。武装清方要开了，好吧，给我开了，我进进一个。我牛进。你牛进，你牛进。清方要开，我快点。女神把金金放了。玩快死光了。马拉大堂，好吧，马拉大堂。地府挂对面的魔王，大哥不？大哥有琴音吗？没有琴音，点对面魔王。武装清风光耀，清风开你了。我去打对面的魔王。扫扫扫！你不扫不扫死不了啊！这个一二三没输过呢。等我人性跌一跌。没几个宝宝。又出溜卖了。咋先清的呀，哥？又弄我了，不静清也挂中了。等下我把他大浪砸了，好吧。我都在砸大浪，把大浪砸了。魔王的话轻上的叠了，好吧，把那个大浪叠了，来吧。不是，我怎么静清也中了？你这不讲道理啊！我当他化身去，把化身套了。我静清宝宝出手，静清可以进，可以进，可以进。龟速拉女儿，好吧，龟速拉女儿，大哥你给换成卡卡兰，好吧。女儿喝酒是吧？女儿喝酒，第五不起来了。我的妈，这什么操作？那满防御了。嗯，防御。他大浪被震了四千。天理。大死亡了。天理吧。防御吧。大死亡没打了。死了，还行，结果是好的，至少压死了。你要紧了。他那个一号宝宝，他那个一号宝宝拉线能活的。这不有头像吗？是吧？直接点把地方给你点上去。点上去普陀的话，这不紧箍咒雷暴武装套化上了，一旦把它化成套了。点三号秒，点三号秒，去秒，点三号去秒吧，没事，秒不到他死。不是我活捉，他那锤太大了，你拉不起来魔王，没事，你拉不起来魔王。雷暴对面一定能活得上去，没办法，除非套上化身。你有没有马快啊？给他中个死亡。他刚才比我快。马，你有马快吗？就有机会。刚才马比我快，没事。龟速继续拉女儿身，把大唐。哎呦，操了，落荒了，甩不去。大多少分钟现在？一把。哎呦，你妈呀！大雷破血吧，把三 D P 给他破血掉，好吧。我拉地府吗？你不拉哥，你给花，你有大金给花顶大金，没有大金散。
哎，有可能他灵芝给不上，他寡有点寡不开了。但是他会吃五轮丹呐，他肯定会吃，他带了很多，肯定会带了很多回春。我女儿，咱抢不这些资源，女儿太快了。啊不慌哥，不慌。胀气吧，安心点，胀气。我晚了。你让他一号我吃五轮丹的。哎呀，我吃了，我开武装好吧，普通说叫宠叫了吧。我开武装下了，下把武装下了吧。好的。去。下了。我开你啊，我开你啊，虎哥，我先。可以那个。我开吗？不开，开了都开了。我先武装。我没什么难的，给武装吃一个。死吧，为啥没死呢？归宿死，有人起不来。孩子拉魔王，孩子拉魔王，魔王直接秒，好吧？你拉魔王，你再换，你拉完魔王你再换，好吧？拉完魔王你再换啊。是三力皮吗？老大。这个名字应该是。你妈了个蛋！好。三个，然后我摁他一下吧，然后三个摁他大头把大头摁死呗，一点没有弄死。77的愤怒还可以笑，还可以笑旅游村吧，旅游村给他笑了，管他吧。武装也要笑，武装也要笑，这回笑武装，下回笑精了。上吧，刚笑反笑了武装。上马笑了。金刚、啊，法力皮秒死。OK。有武装没死，血灯吧，血灯立了。哎，我们他妈两分是没人封，我操了，对面他妈压速，我日。要不要结束了吧？看看啊，几回合啊？我去你妈，结束了吧？19回合打个屁啊！哎，不知道能干啥，他妈的！行，你们等我一下啊，等我一下，我打个 friend 好吧？你大哥，你在外面和地府兄弟和大兄聊一会儿好吧？地府兄，你和我大哥聊一会儿啊。这11层建议马上到了，他妈剩9层了。你有啥，大哥？一会儿扫法器挡都挡不住了，这。我直播都看不到，在外面。爹，休息一会儿。没看到，我不知道，我能看到。第三轮是吧？对，你看一看啊，我们马上打完，你们休息会儿，一会儿我喊你啊，弟兄兄弟啊，有事你要是不到就在这边等着我们，好吧？我到庆方一点普的用好吧，点普的用普的，经过再给他们留声继续雷了。王王这边有无穷大炸吗？炸。有二号宝宝，八号宝宝炸了。我没拍到他啊。大唐有渡劫没拍，完了，清风也出不来。妈的，笑干干净净。1.3的无穷大，给点颜色对面看看。今天我一车宝宝，我现在愤怒是满的，毒死了。163呢？钱砸钱砸死了，不用想了，一定砸钱砸死。怎么拉呀？这是？我要不人开普陀吧，我人开普陀吧。你人开普陀干嘛呀？人则提下把魔王活了吧。武装人提下这把魔王活了，我人开普陀好吧。我人开普陀，普陀的话你这么紧张的勒出去。先挂颠倒吧。挂颠倒也行，给自己挂颠倒，我先行，给自己挂颠倒吧。武装人提，人提魔王，点蓝魔王，人点蓝魔王，点蓝魔王。别得去拜大堂了吧。
没人叫我开，我防御了。扫过来之后，他扛不住了，这一会一定扛不住。前锋清了吧，有清风清了，好吧，清了清了。那普陀这一波紧箍的雷女，他把女生勒了吧，勒他。他女生不少了。啊，我控他了。我上盾还是秒？点上吧，单烧吧，上吧，单烧了吧。我打，把我打大堂，你打了。没必要打大堂了，没三个了。打不死了，没三个不行。这是不是上盾好一点？他这补一点啊。然后只能提护宝了。他这把有那个。下把我要提护宝呀、啊。那石医生建议了。哎，落花了，这一把落花没放出去过。咱下把会点魔王吗？下把有可能点魔王的。杨总快，他快啊？他快。我可以提我宝魔王，但是，能贴不？现在？贴不了。贴不了，贴不了。贴不了了，十一层了吗？对，已经十一层了。我靠，二十二回十一层，二十二回十一层，他妈的，没断过，就是。这他妈谁打的断他？一样数，有问题保守吧。我都宝宝叫一个吧，叫宝宝，叫宝宝。妈，我还不敢叫三 AP， 怕他妈给我监测死了。几盾啊？十秒。直接点上吧，单杀吧。秒吧秒吧。我你帮我点拉一个，我这儿我点拉一下。我拉三 AP 吧，文哥。拉吧。那没用啊，那你就不拉呗，拉没拉，我怕他们给我监测死呀。没中念呀，我操，这属于打下去了，这他妈怎么打，我操，套娃生拦不住啊，这他妈没中念呀，我操。好，我也比较快了。哎，你这速度高的，他结阵了呀！我说之前是我快，是他大快，我看了呀。之前你刘云爵他把灵芝路过，别升了，别升了。没事，不光就在。落花也落不了，封他们也封不了。我操！我他妈能干啥呀、啊？我们，我当雪人先把雪人立了，好吧？我这雷吧，给那武装雷上，雷他。我看你一下，我先是指头看。不雷大堂吗？我想雷大堂。雷大堂，雷呗，雷他呗。我把他打他了，他妈要天地，我都拍死他，行不行？你上个磨他磨呗，那行，打他。上应该磨地府的感觉，地府一磨就死。衣服一个个把他拍了死，拍不死吧？我操！你叫我拍他有点过分啊！三刀刀，我操！治疗零食，我没事。嗯，三封印三治疗。反正说实话，这阵开的挺奇葩。慢慢扛吧。死不掉，会不会带点了？有可能呐、啊，他应该烧罗了，应该清上恶的，应该是清上，不要把他上罗活满了，好吧？拿金刚都行，上个拍地把地府拍了，好吧？那我踩对了啊，怕他点的话，我立塔了，你普陀踩个毛的盾了，你这紧箍着勒啊？哦，踩个毛的盾了，毙了个上个，把他地府磨，还知道他这么烧罗了，肯定烧罗的，相信我。
好，五装能上塔吧，上来上来上塔，套化身 OK 都行了。套啥化身？他妈的没有近亲啊！没近亲的套化身，他妈的有点少。对呀、啊，套啥化身有近亲啊？没套吧？套了，名字都近亲还套，中了厉害！啊，怎么这是第一个落后还是第二个落后？我他妈这服了，真的是。第二个，之前落后过。少老多了，少我三个呗，肯定是想少你三个，找孩子了，对，一刀死，哎呀，老子他妈的，老子换宝宝了。武装换上个，好吧，上个换了吧，换上换上个。他下回合贴地要过了呀，还有两个。嗯。换了换，宝宝都没蓝，主要是没用。应该落换刘大行的，应该把他落换留着攒攒着刘大行的。他把有他这把不封你盘丝，他就是为那个来嘛，对吧？我操，直接没想法，我操，有点打的。我说实话，我没宝宝了，伟哥。我三 AP， 伟哥。摸地府啊，上把地府摸了，摸地府。我三 AP 啊，三 AP 得砍女儿村吧？那我把地子拉满好吧？武装增压力气，给二号宝加增压力气。有人要开他吗？我看你法器帮我开，开法器帮我开。不开武装啊？开武装。杨总，你宝宝开普通呗。我只有一个宝宝了，文哥啊。别上底子上太多没意义吧，上三个底子吧都。他妈知道，他肯定知道我们换这么多宝宝出来，他不是傻的。我操！引攻。高区牛逼，没得打，没宝宝了，没得打，虎哥，算死你，烂去，下一场吧，没得打，算死你啊，没得打呀，我操，这怎么打？你就是平阵也没得打，虎哥，算死你。拿个二叔还行，拿个三，你平阵也没得打，不用想的，他地府只要广开大堂，一直接建议是一样时间的。哎，没阵容，他妈被算死了，没阵容的问题。没阵容啊，你没阵容打不了，跑了跑了。没阵容被算死。他出宝宝不？他妈主播只能出一个了。出了呀，休息了。没阵容啊，你根本打不了呀，我操！武装一进治疗麦进来，他只要地府跟大唐化成四，保着大唐扫，一定能扫出来的。我。六六，吃饭去吧，吃饭去了。